我是觉得你的眼睛长得很好看，所以心跳特别快啦。星光照落在你的眼底，我也顺势贴近你眼睛，温柔的夏季。咱们就是说，余生夫妇的糖真的太甜了，如果还有老嫂子没有炫到这颗糖，我是真的会伤心的。毕竟姊妹饰演的林之孝真的太可了，时而温柔，时而活泼，简直就是一个散发着光芒的小太阳，让顾卫冰冷的内心日渐温暖起来。两人最终也是双向奔赴，共同携手踏入了幸福的礼堂。本来以为余生的大团圆的结局能够让老嫂子们出坑，没想到拐个弯又掉到了余生夫妇的坑里。毕竟戏外的肖战和杨紫居然要远比正剧甜，就连两人的花絮吻戏都散发着甜甜的恋爱青涩味。怪不得余生的导演就曾吐槽不敢放两人的花絮出来，怕大家误以为两人已经在一起了。这算不算得上是官方认证的堂主？而两人的晚会现场更是完美诠释了那四个字，肆无忌惮。战哥对于姊妹的温柔更是刻在骨子里的，会为他提起厚重的裙摆。这么偶像剧般的画面，我是真的有被狠狠的磕到。而两人更是配有专属的余生夫妇手势，在各种晚会上暗戳戳的表白对方，这到底是什么小情侣版的默契感？该不会两人到最后官宣也是这个手势吧？又是被撒糖的一天，满足了老嫂子们。